啊，是可以录点的啦。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哈、哦、有一个新的伙伴呐、啊，就是他，国中生。对，那他今天来哦，他变成那个之前教过的、啊，再做个复习。那你也可以回练习的时候休息，就来做这个动作，然后提升你的基本功啊，好吗？好，那这个的动作叫做抱基准面，然后材料要定长，然后定不是定长了、啊、，sorry， 就是定宽跟厚，然后你可以去练习啊。好，那我第一个之前做教那个，也可以录一点人啊，有看到人吗？人这么帅。好，未婚，今年好，放这个，先放个基准面，然后再来定厚度跟宽度，好吗？好，那像我这样报完了之后，就可以去，刚好可以练三缺损了。好，好，那好，我们先，那怎么去看你抱起来是顺的？其实木头、哦。它是这样长的，那假设它的纹路啊，我用画的，哦，像我纹路是这样，哦，有一点这样，我这边抱啊，就是顺理，像这样，好、哦，这样抱就是顺理，啊，反之我从这边过来啊，就是逆理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很快判断，你看一下侧边，好、哦，那我可能这边抱的时候，这边就会很顺。这边可能这边就会有一点逆，那还好这边是双木，可是我抱到这边，这边可能就有点逆。那这个你可能很细微，你看不出来，你可以透过那个砂抹的时候，一边砂一边判断，好吗？那假设你刀子抱得好，摸得好啊，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先抱一个面。那你抱面了之后，怎么去判断？你先看一下，好、哦、有没有直。那假设你也不叫长的钢尺啊，你也可以再看看，好、哦、看是有没有直的好来看，好、哦、是平的，然后背角，那就是表示你抱到的诱导面啊，整的好。好、哦，那我就先。看一下对角有没有歪很多，那假设这样已经有了，好一个面，那我就准备去抱第二个面。那我去抱第二个面，我先观察，我可能说先抱，然后踩两，好要先两再抱。为什么？因为像我这样看，我左边都有缝，好，因为这张是地上捡的材料，那都是右边比较斜。我就必须先抱右边。假设我抱一抱了之后才来量，我可能一下手就浪费时间了。好，那像这个歪比较多啊，我就准备另外一只比较厚一点的。哦，假设你比较多抱刀啊，你就可以先有两只哦，差别好，就看起来还不到。好，所以我就只抱多的地方。我抱的那个状况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因为我的刀子啊没有什么磨啊。对，可是你控制的好啊，刀钝或者刀片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那我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好。还差一点，那我现在剩下一点点，我就可以换细的来抱。那我再观察一下。那我现在看的时候是正面已经直角了，就差这一点。那我只抱这一边可能会影响这个平直度。OK， 所以我回刀的时候就都要扫一下。
好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就是要直角，然后三个地方，哦，都要直角。好，那我这个都直角了之后呢，我再看一下背角。好，然后看有没有平。好，它就是平的这样。哎，这个其实你看起来哈，好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你自己去做的时候会发现，就是要命，好像没那么容易，好吗？那再来，我这个抱完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做个基准，好，做个记号面。那我现在要定宽跟厚，所以平常你休息的时候啊，对，那有时间聊天就要练这个，我都帮你塞满你练习的时间。好，啊，你可以慢慢练啊，一直抱起来就重来重头。啊，你可以去测自己抱一只方正的材料多久。好，啊，不要。我包一点点就好了啦，我今天穿白色衣服那么帅，我不想流汗，一点点包一点点就好了。那，啊，你可以画一圈，好，那你可以说，哎，我订的材料大概多厚，好，我现在已经画了一圈了。好，那假设我材料，我这样就是设定我这个高度啊是比较一直线的，是平行的。好，那我漏讲了一个，为什么我先抱这一面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？哎，然后呢？接触面积比较小。好，算是了，可是没有更清楚的答案。我先抱小的，小的这边会让这个材料变小，然后这一边才不会那么宽。我一开始就先抱宽的，我可能比较吃重，懂吗？这样讲是比较清楚，懂吗？我是他的搬运机。好，其实你是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我在，因为这个比较多，啊，我现在有一只比较厚的来抱，就要留一点看了。然后你一边看一边抱，然后看这个刀线有没有刚好是平均的。那我现在看是右边比较靠近刀线，左边比较离远一点，那我就可以左边多抱几刀，然后再来试试。那它可能会让你的材料啊变得好像前面抱比较多或者后面抱比较多，那你要平均让它往下，好吗？那我左后方这边已经到了，那我那边就先不抱。好，那现在都差不多了，我就换一只。那因为我画这个刀线呢，啊，我必须在我画了刀线之后是要把刀线画掉，就是寸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会变成旁边那里摸摸，懂吗？好，那现在这个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再来确认一下指甲。好，这边差一点点。到差不多都直角了，好，现在都直角了嘛，我再从头到尾，然后抱一道，它就比较没有刀痕，那它就是直角的，好吧，就这样看，直角，直角，直角，然后它就是这样三面的，然后第四面呢？所以我让这个宽度变小了，我再来抱这一面，好，一样我就抱设定一厘米就好了，好，你可以慢慢抱，哎，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说薄薄的，然后就可以抱到刚好的大小，好，你可能
真的哦，你可能整只都爆完了，然后还爆不止脚。会哦。哦，所以自己去试试啊。那那一个教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脚料可以试。好、哦。那一样，我就是先用厚的。刚好就是饭后做一下运动。然后把你的刀线啊，都爆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假设你要爆的比较好啊，还是要磨点刀，好不好？这支刀算不算我是半年前啊？好，但就变成说，像不太力，那怎么办？就要更压得更用力嘛。这样我就不用去健身房重训了，懂吗？好，就这样。那自己去看一下，说，哎，我抱完一只，然后都直角的，四面都是垂直的，要多久？好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直，发生什么事？好吧，好，就这样。OK， 你看一下，啊，它每个面啊都是直角的，啊，都确认，然后拿钢尺来量看看，好，都是直角的，那你就可以去这样去练那个竖接练习。OK， 好，感谢。